各位旅客您好，欢迎乘坐雪鹰锅飞车。本飞车将带您到吉打兰卡威，预计时间是40分钟、50分钟、60分钟不定。为了保障你的权益，请按下订阅、留言、分享和打开小铃铛。请不要快转跳段或者是吐槽主持人。准备进岛来的时候看要先买好回去的票。然后就先去拿车。就到附近找一间餐馆。Sorry, we're from not from Africa. Algeria. Okay. From Algeria. Okay, 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
马来西亚记录最长的跨度单缆车。天空缆车盘旋在丛林中，攀登超过5.5亿年的古老岩石，路程将长达1700米。海拔650米处的中间站，能够下车并向上走到观景台。是老高。
周末兰卡威必去的地点。